请问这首歌怎么来的？他的故事是这样子，有一天乔治打给我说帮大宝做一首歌，我说好。然后呢？就做出来了。怎么做到？今天做这整首歌的概念，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轻快的，然后有种放。Funk 就是这样，很开心，很跳舞。对，感觉夜生活的感觉，跳舞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感觉说，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这样子。你有带他出去玩去哪里？夜店啊。就是对啊，去喝酒。真的还假的？他有带你去夜店啊？他说只要我去哪里，他就去哪里。他本来是不想去的，然后他硬跟我去。然后到了以后，我一到夜店里面，我觉得我受不了，我要回家。对，还有人群恐惧症。对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就走了。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听到这首歌比较开心。四面八方朋友圈都举起双手，咨询错误了，像牛迷路了，打个电话我又爱跟我们再过，他们个个打扮光鲜亮丽，我的兄弟正在夜总趴里，像牛说着才子好梦。